天我来到 campus tour。Cloister Saint Nicola. Cloister 意思就是小教堂。这是 Nicola Cloister， 就是小教堂里面还各有修女。然后我的 room 靠的是苹果树来的，然后但是走进旁边，那是和我的内衣里面里面有。那进去的话往前走。但是那个手机不干净。另外一个课室 lecture hall， 然后往前走呢就会看到 ，ins 很漂亮，超级漂亮。对，然后从 ins 一直往前走就会看到，沿路会是 old town， 是真漂亮，太美了。然后继续往前走，然后这是火车的轨道，然后。经常可以看到有火车就会经过，因为就帕绍算是一个边境的小城市，所以就很多火车会经过。因为所以这些没有看，有复印机，卖点过去。第二楼是缆车楼，然后上面是秘密的图书馆。faculty 呢，我们就来到整个学校的中心，天空很蓝。这是 library central building。Okay, let's go in and have a look。然后进 library 之前要把东西锁起来。library 出来往前走就是 main floor， 是食堂。现在才10:40是给食堂。这、okay, 是 for like snack or coffee。那前面就是真正的食堂。然后这里可以看到 menu， 坚持的好吃。然后这是 Only Max， 就是整个学校的中心，然后最大的 lecture hall 都在里面，但是现在是因为有考试。然后这是 IT faculty，
我给你买一次。然后这是 culture， 然后是有很漂亮，然后这是可以进去里面哦，就是像一个 studio 画画等等，然后这个是富有日本风格的 culture study， 很高级，很漂亮，看日本日式风格。这是 Ura， 就是 Love County Ura。然后再往前走会是 Sport Centrum， 就是运动馆。嗯，很 modern 的也是 IT faculty， OK 的 science。哦 ，International House， 里面就是 Sport Centrum 了。耶，从 International House 这里走，往前走就走到河边，往。这里可以去到 Austria， 就是一路走走走走走，他就可以走到 Austria 去了。哦，我走过，就是 that's the famous tower， 7公里呀。好，这里就是河边。之前冬天的时候还看得到对岸的，可是现在树太多，所以就隐隐约约。然后我、哦、有听到火车声音嘛，因为火车经过。看，有好处就是没有蚊子。可以穿过，就是可以走过前面这座桥，然后就可以去到 Instart， 然后 Instart 是就是巴塞另外一个 area， 然后那边有一个很不错的 bar， 呀、yeah, Instart， 然后前面可以看到那个 dome， 对，就是再往前走就是去到 Arstadt， 然后沿路的话会有蛮多 bistro cafe bistro， 因为就在河边，然后蛮悠闲。再走之就是去到Vatry River Joint， 往前面，好远，有点不想走。结果还能继续走走，好远，真的好远啊！但是这个风景真的好漂亮。然后那边就是我讲的店，然后我每次在这间店吃 Burger and Snitzel。然后。然后我昨天在 studio 时和 cocktail， 然后这是一个 memorial for Jewish。终于靠近了一点点。OK， 差不多要到了碳水痕迹，真的好远。至少走了有2公里。我刚刚是船，然后这里走上去呢就是阿什达，前面是 Water Tower， 这上两点这个那个 church 是可以看到山和交汇处，是一个 viewpoint， 来好远，不去。耶、yeah, ，这是广场，终于走到了，我脚脱皮了，我先穿拖鞋。天气很好，所以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黑色是 Donau， 然后青色是 Inn， 哇哦 ，OK， 然后那个是 Opera House， 转回去我们就回到 Donau。OK， 今天是好运，幸运的一天 ，Opera House， 然
再往前走呢，就回到了阿什达。对，因为那天就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走，走往这里，然后也是从这个方向走往这里，所以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